阿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步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自将今日。 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尊；皈依达摩，二腰尊；皈依精乞，自强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自强经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尊。 皈依檀摩理由中尊，皈依正客诸将中尊。阿舍阿尊念摩地主妙音，书中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脚中尊，皈依檀摩理由中尊，皈依正客诸将。 中村。咱看大经高祖，得一零里一呀啊，一零里一一呀，六生五行，该新五六新。 信书、信理、信诸、信他、信因、信果，咱即个所在参考资料来对排列，是依照老岳大师《地密多经要解》所讲的。 伊个这顺书，第一个是姓朱，第二个是姓他，第三个是姓殷，第四个姓郭，第五姓苏，第六信理。头前个五条咧，咱已经学、OK、过了。伊仔，里咱参考资料，最后诶，即个一条，姓李者。 对李相讲，金信十万亿土，十万亿土是一个真大诶鼓励那这个佛菜都是这个一尊佛的高化窟，叫做一佛土。这一佛土偌多呢 去年老讲是十亿个银河系，啊，银河系都太大了。十亿个银河系是一佛土。现在这个有偌多十亿个银河系呢？十万，各剩十万，十万亿啊，十万亿个十亿。 这个距离咱呐是无办法去想象，太远了啊！对理想来讲呢，实实在在啊，付出我金、哦、现前该你一念心话、啊，无超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咱现前即个意念心，一团乌丢。 啊，十万亿诶福国土，无超越诶极念，啊，极念爱恶记是弥勒菩萨所讲诶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即、这个叫做一念，啊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。 那么无办法去体会啊！所以西方叫做世界之都位，古代的代天代我的人我，甲能讲都在东哈。 嗯、啊！拿十万亿个富国土在当下，变化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马龙中之当下，为什么呢？无离开一点。啊！世界对都会来，宇宙对都会来。啊！大乘经常讲变化界虚空界对都会来呢。 华严经常讲啊，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，对对来一念，为灵大师所讲的，而起诸生灵性万法，人生你都在这一念，啊一念万无安故着。 念念苦咒，不过你顶个怎样？念念是无共的，那是讲款就是相续相咯，伊是无讲的，无讲咧就是相思相续相。啊，那像是相思，伊是每一念拢是独立的。 就亲像咱明了过去啊，迄种老式嘅电影，迄、那个电影是幻灯片组成的，都、就是今仔日讲嘅动画，原理是动画。啊伫放映机内面每拍开一个镜头，一、這个。

这是咱若看到这革命秀。如果看整个武州，迄著、就是迄著是小党大医，啊，无共啊，差别太大、啊、太大了，还不是大同小异啊？ 看大宇宙是小同大圆，看小宇宙是大同小圆。决定那无两个念头是共款诶。也就是讲决定啊无两个念头，现的境界是共款诶。啊，所以讲佛讲诶，啊，讲这个就是假，毋是真诶，凡俗上皆是虚妄。 人父母常是对自行变现出来，所以咧，真梦是难做伙、啊。呀。现在科学嘅即个名词叫做“救田做伙”，救田互你分未开，那亲像公共相用。咱、啊、即、这个房间有十几帕灯，每一帕灯。 更甲光旧电做伙啊，分袂开，所以分袂开。各人是各人的光，咱甲关系一趴灯，即、这个灯诶光就无咯，并袂去妨碍别机灯，别那灯开关嘛袂妨碍即个灯。即、这个道理爱知影这是宇宙诶真相啊！了解了后，咱啊。 就珠珠连连，给放下，袂搁再留恋啊！恢复到清净心，恢复清净心，清净心起作用，著、就是佛低佛见啊！无所不见，无所不低啊！啊，所以讲下面诶这句话，以我现前。 一念心性，是无外过，大利无外，小利无内啊！这事是事实真相。那几句话，就是咧，说明宇宙所谓的现象是心变的，心现的。 啊！诸行所现，阿赖耶所变，由亲净西方以经诸判，该我现前一念心中所现诶影像。头前是咧讲全宇宙，现在甲范围缩小，阿弥陀佛来进入世界。 哎呀，深深相信啊！无一项毋是自行变现诶，西方极乐世界依无是环境啊，定部著是佛菩萨。但、啊、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诶人，拢嘛清菩萨。 这是属正报，主是阿弥陀佛老师判那些学生，学生就是菩萨，净土三辈九品啦，往生的菩萨，拢嘛叫做伴。啊，以前主伴改我现前一念心中所现影啦。 也想，万事有想，该是希望你这又一花如梦幻泡影，啊，不是金的，那个动作金的，你都错咯专书即理啊，书是现凶啊，就是说心啊。 祖先。啊，你呢？是领先领先，我不是在讲相啊，面相，真是在讲自信。 啊，即个概念一定要给伊弄个清楚。未当啊进入佛菩萨遐念清楚，总多爱有几分啊概念。虽然有佛修行是有大利益啊，啊，修行最大诶难关就是放不下。放不下原因就是讲对无事是真相错解咯。 啊！只有佛法讲较清楚，讲较明白，讲较透彻，互们听了后，愈想愈有道理。无错啊，这这是真诶。佛教若放下，咱若祖祖年年都放下。若知影讲全书正理，理甲书分袂开，专理即书。 转梦即精，转真即梦啊！转修即成。安怎转修？伫册法内面，你明了伊啊？知影上啊是上？是幻想，是性别上，是每一秒标 有一千六百条诶生命，你有这种概念啊？所以正向落马不可得。为什么？心是真诶，是灵性灵现，灵性灵现的主信，非物质，非精神，马非自然啊！所以咱的两军。 无办法去感受着，啊！伊是真嘞伊啊，确实是有啊，确实是存在，永恒的存在，这是行啊。啊，神仙嘞上，因为衣锦中年。 即个讲诶呢，依经注判都是所现啦、啊，所生诶，还善化界两都是所生所现内面啦，参着即个阿赖耶的内底，阿赖耶另变得，甲伊啊变做新化界。 啊，那是无阿赖牙就未变，伊是伊真发解，啊，都、就是十不土咯，十不种盐土。啊，咱知影，啊，因为阿赖牙参做会咯，啊，十不种盐土变做十发解，十发解，塑性发解，啊，都、就是方便又土。 啊，六道咧就是凡性啊，当基础啊，从清楚、从明白叫做看破。将你虽然将你啊不变啊，这叫修行啊，行顺众生，你未为为众生所感了。 即个人就叫做阿罗汉啊，就叫菩萨啦、啊。而好环境干了，即个人叫凡夫、凡圣啊，都、就是安尼来的啊。啊，你是难道明白咯？是发界四界是圣人，一辈都是阿罗汉，别只乎菩萨 伫迄的大，啊，因诶环境是净土，释迦牟尼佛诶净土，六道呢是凡夫是秽土，啊，秽土内面嘛有真正殊胜，甲、啊、净土差不多诶，迄是什么呢？这界天甲无色界天。 啊，为什么袂当甲阿罗汉比咧？阿罗汉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因无啊色界天啊，无色界天无啊，因若是无恶福，啊，毋肯放下伊诶执着，伊袂当出六道啊，寿命到伊诶向下去坠落。 因为顶头无好、那个、啊，迄个向下落是真可怕诶代志啊，真可悲诶代志啊！就无容易爬到顶峰咯，结果佫爬落来，爬去倒位呢，差不多，拢嘛是爬去地狱啊，叫做讲爬较关系较重啊。 啊，为什么去对敌噶诽谤三宝啊？啊，伊为什么诽谤三宝，是家己无知啊，无了解事实真相。个竖相天、竖空天，动作是大半只盘。认为讲家己已经成佛，正着不生不灭。 生命完了，哪一个要有生命呢？我讲的话是假哦，大半只盘唔是真呢。有即种的疑心，有即种的疑心，这著是犯着无间地狱的即个罪孽咯。啊，你做无间地狱罪孽，自然著爱受果报。 就是即款代志啊！啊，所以咱转修即生，全拢是无分别，注重伫个专里。你看即段来底，专书即理、转梦即晶、专修即生、转他即主。 这些专利太好了，拢是无分别、无接触，啊，变法界啊，虚空界，传播拢嘛是，无一项毋是。啊，即、这个真是什么？是自性变呢？啊，所以专修呢，即就讲咯，关门不良，是关学。 无量甲一抑是共一个代志，无量甲一为着顶好，华严顶面讲，伊就是都都即是一，啊，都是无量，任何一个一，拢嘛，包括着啊无量啊，包括全体，任何一个一，拢嘛，包括全体。 啊、一句话讲，任何一法，你那是讲固执啊、静观呢，一心专注，拢会成佛啦。为什么一见性啊？见性就成佛。我听听，比如看电视，是毋是见性？明心见性呢？哎呀、啊！ 问题是讲你会向哩未？会通看电视未？电视什么？所说上该是胡梦啊！而伫这内面，你明白了、明了了，一切放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那就成佛啦。啊，会向哩。 太重要了，啊！所以讲都几法啊，唔是佛法，诶向你咯。啊，那未向都几法是佛法呢？未向你，什么东毋是？诶向你，什么东是？拢伫这转来对，这里来对妙境咯，转他即主啊，佛做教咯。 有看每一只众生，拢是家己啊！真情慈悲流露啊！对待任何一个众生，无情众生，咱嚟理解无情众生。

有后山好大地，啊！即个即个四个转，两秒转咯、哦。我真变过啊！我一心变呢，都是转啦。啊！这四个转，种中曲折。 佛心也变，我心甲佛心是一个心，一切众生心性也变，一切众生的心性，诸佛如来的心性，甲我的心性是共一个心性。 三无差别啦、啊，心佛众生啊，这个意思隆重的这些专利啊，专书结礼，专梦结经，专修结行，专他结柱啊，这些专利好啊，下面都有一比如，比如一些前定。 讲讲何变，层层较量，定定不相妨碍。是明信理。理，你是一个书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书，我是一个你，所以啊，你只要明理明了，迄个书啊，著、就是全部拢明白咯。 啊，世尊，入教原理呢，著、就是伫咧即块啊。根据什么理论来教学著是根据即个道理。啊，根据即个道理，所以佛陀教育诶理念，著、就是一门深入，同时分手佛陀教育方法。 如何会当圆满这个啊这个理念呢？啊，一方法都、就是读书千遍，句义自见。啊，教学的理论都是一门深入，两学分修八万四千法门。 无量法门，你选进门，就进门进入；一生未改变，啊，根性来诶，烦恼轻呢。今年几个月？两年、三年，到大一、大五。 咱年龄思想有看到，军衔较差一点的，三年五等开外，十年八年开外，马有二三十年的后开外。 证明这个理念甲方法是正确的。啊，开我咯，经常讲的，做恋智智慧，无地人教的，无师弟，无老师教这上智慧拢全部现前咯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只现佛人看。 一生四十九年所出来的一切经，好人教啊！时刻甲咱实现诶是非常好黑诶少年人甲现在知识分子有共款诶时期，这实现互咱看的。 啊，工学都文啦，有、啊、十二年，有十二年拢是学知识啊，无智慧啊，知识未当解决问题，知识是有局限性诶，未圆满，而且抑阁有后遗症。 科学、啊、在咱这地球上有四百年历史了。现在，大号地球才最麻烦，啊，这个麻烦无人会当解决啦。咱、啊、这人、啊，人 怎样会当解决呢？英国特文比破史讲呢？大型火花会当解决，孔明学说会当解决。孔明学说是什么呢？ 难用一句话来做代表。公民学说都是仁义忠恕。孔子啊，预先讲仁，人者爱人啊。啊，据说不要不四无仁。 啊，伊呢是民主讲的，伊正顺利啊。哎哎，随顺道理啊。爱讲道理，互助之道，忠恕立义，忠就是用心，用较正，不偏不狭。 啊，书呢是原谅别人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做毋对代志诶，這个人,做人，做毋对代志诶，人太侪太侪咯。伊为什么做毋对，伊无人教啦，这是当原谅诶。 有人家伊做错，俺受折反啦，无人教啦。无量寿经头前咱有念过，佛讲啊：善人不善，不学道德，无有富家。 祖母怪呀，唐文弼明了啊！现在人做作业，唔通怪伊。你唔知影、啊，伊爸母嘛唔知影、啊。 也祖父母嘛，毋知影，咱祖父母嘛，毋一定知。大概都爱甲推到各祖父母知影有这款代志？知影伊安怎咧，无有,有啊，无做啊，无落实。各向前去推两代，大概因细汉时做教。 所以向前加推，就不会咱今仔做唔到个代志，阮菩萨原谅咱，这个责任到底相派，这是历史诶包袱啊！祖先诶教诲、性情教育。 守护两百年了，你去怪啥人？啊，咱今仔日真好运，都着大成，都着圣贤教育。咱哪是讲无拄着，拄着袂当克力不下，更个专业。 也毋知影，咱诶犯甲世间人同款诶错误，所以咧毋通咁去怪咯。啊是要安怎咧？有未少人咧问我。 我国一日里，我国人看小朋友，三四岁即个囡仔，伊啊拄着困难，伊会安怎呢？伊会去找老爸、找老母，伊解决。侬嘛安尼啊？毋管中国外国，你看即囡仔拄着代志，伊安怎？伊去找因老爸啊，去找因老母啊。 啊，咱今社会要安怎呢？无想到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都是去找老祖宗啊。老祖宗说留落来这地，才会智慧、教训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啊，非常丰富啊。你去找伊啊，就会解决问题了。 历史上有一个聪明的人，唐太宗，这个人聪明啊。伊二十七下做皇帝，无读什么书啊。迄、那个时阵也是乱世啊，隋朝末年，各地方起义造反啊，伊嘛是其中之一。 十六岁都带着军队、啊、去打战，果是一个上层将军。你看这十六岁阿未成年呢？啊，二十七岁了做皇帝，啊，最社会问题摆在面前，要安怎？ 这人聪明啊，一些老祖宗啊，啊派几个大神，拢是注读得足好诶。啊，对古籍内面三皇五帝到头前诶，这个晋朝，这晋朝啊，两千五百年当中，对头前个算啊，两千五百年。 个人、哦、啊，都有修身、齐家啊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诶、啊，智慧啊、理念啦、啊、方法、经验，我拢未知。恁伫这组内队去查，查了后抄落来，我看，成立一个小组，伫这个将军几万查这个组内对。 去找啊！最后根据年的功夫、确定啊，这个经主主、术、术这三类里面，找出六十五部书，结果对这六十五部书来对个，龙太宗所需要给截录落来。 伊所需啊，就是修心啊。这一家帝国并天下啊。这本书就是《军书抵要》，啊，所以《军书抵要》是修心这一家帝国并天下的精华篇咯。老祖宗诶，唐太宗找老祖宗找着咯。哎，唐玄师是对到未来呢，都是最佳来啊。 日本诸好》啊，咱中国人打伊咯。哎，迄个时阵无印刷术，朱拢是用抄写，数量无多。日本人较捌下啊，日本人伫中国留学生足多，啊，因家即个朱拢甲。 吹出来，全拢带去日本，中国就失传了一千年。啊，竟然啊伫个这东书宋书啊，元明清的历史来底，阮书伫下即个明清都拢嘛无。 啊，嘉庆，这皇帝乾隆传因后嗣，嘉庆登基，日本对中国的送的礼物，一种叫进贡，进贡内面的五级炮珠啊，啊，中国人啊，就怎样？但是清朝嘉庆的。 整一段时期是盛世啊，满清的盛世，乾隆、雍正，这个康熙这三个朝代，刚只是比东朝较差，会当讲超过啊东朝。动调 啊，所以讲即本书虽然是上档来，大家拢无重视。到甲民国初年，有一寡专家学者看到了，啊，上印书馆有一两摆，啊，一摆是依照日本啊传来天明版本。 伊即个印诶啊，啊，当时用银币阁重新排版。过一摆，我相信大概是一千本啦、啊。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啊，到现在的嘛是有，即搞咾偌年咯，中国即块土地上。 用细菌花甲过战争百年抗战，这一株拢不容易去找掉咯。我俩做公是绝版咯。我知影有这本书，毋捌看到。刚讲嘅时阵，我有讲出来，竟然有冬修。 听到都要去找。查到两铺，民国初年商务印呢，商务家己嘛唔知影，我问个商务总经理，伊都唔知道有这物件。 啊，书稿甲回忆录，台湾拢保存一批完整的原本。啊，只要无人知影，我摕着这本，看着了，真正是无量的欢喜啊！祖宗子德啊，中国有救咯。 啊！即两本书我摕掉咯，我掀开一个看，两种拢无人看过，是新诶一本，纸已经变作黄色嘅变成色咯，真脆，内面无人做个记号，若就无人掀开，无奥给即个分量，这太难得咯。 我教好台湾世界书局印一万套，人家两个月阁有一波猪寄来，我学第一下，这个猪我嘛毋捌听讲过，但是我想着讲即个物件啦是重要诶。啊，真侪年前。 我找阮小弟，伊迄时阵伫咧复旦大学教书，找退休诶文书老教授，希望因诶字书法专书内底对揭露，甲军事字后想法完全共款，甲精华揭露出来，啊做能力我啦，啊摕来互我看一下，啊无啥实用啊。 这就是真正艰难的工作啦，不是容易代志。但刚都买了想啊，无想到看了这个，拄好是我心目当中所想的。对，思考对接落来，原来伊嘛是用地摇的即个方法，伊那是八看到这个地摇，这是。 诶，四科专书诶，题要叫做国学题要啊，这是四科专书诶，书籍啊。想要读四科专书就要大声去甲读。对专书有了解、有认识，然后你则想讲要提倒一部分诶物件，你尽量去摕着。所以啊，伊就是四科一己书籍。 这个帝要是咧做学问是帝学的啊，军事帝又是政治，啊，主要是帝国啊，这个帝要是帝学的，这两项物件拢嘛太难得咯，太可贵咯。 所以我马上就该印一万套啊！安尼安怎，这就袂失传咯？如果甲保存落去啊，袂去予伊失传啊！啊，即两种书我看着了后，我信心升起来咯，我的梦想会变做事实咯。 啊，书都印出来了，希望有人来读。有一群爱护中国国学的、有使命感的人来读这些书，啊，这智慧啦、方法啦、经验啦，有利于一切众生的，个呀，发扬光大。 啊，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维护安定和谐。咱走这条路，向这个目标去迈进。呃、啊，这六个信呢，坚定了咱个信心。 这个比如嘛，是我常常咧用诶，一些前顶、公共河边、顶顶高了、互相妨害，这都是科学来对讲诶旧钱啦，就叫信利啊，呀，六种信。 咱有够到一点咱过来看两落诶一组，有叫六心，好名无姓呀，那位大叔。 信原、啊、行净土诶三主流，也、啊、就是求生求乐世界诶三个条件。它、啊、是定义，即、这个信毋是普通咧讲诶信，爱固着即个六种：信主、信他、信因、信果。 尽施信力，这只叫做信啊！阿、啊、本类应念地球福地啊！阿、啊、本类是念佛啊！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类诶修行人啊，知影叫佛智慧，即、这个佛智是一切种智啊。厦门内面呢，有普遍智，无定智。 威德功大不输于帝，第三种地相当是头前啊所讲的四帝是啊，名强延际，威德功大不输于帝，相当简直不可轻敌啊，不不输于帝，不可轻敌是转第六式，嘛是叫做。 秒观察地啊，不属于地啊，这个不属于地是转经五色为啊行所作地，行所作地现的都是神通，天眼天耳他心通、相明通、心足通、漏尽通。 啊，所以呢，不属于普遍地的是，相当是占地气势是占地气势啊，为平等性地，相当于头前所讲的大型工地啊，平等普遍存在一切有情，暗指无上菩提无定地，这都是头前所讲的。 无顶无轮啊，最上最上圣地，这是转阿拉耶，进台湾境，都是缓缓的转过来了。 全第八色咧都是钝转，临是渐转，无像头前头前咧第六色、第七色甲前五色，虽然是转是六七五八，那是固相转，但是咧固相转咧有钝尖，前五色是渐转，第八是钝转。 大铁大木明星渐性都个转过来咯，啊，应该应该都、就是无定地啊，应该是无定无伦最上性地之间啊头前一土地建为业，恭敬开业本啊，这段这个。 这个经文呢，啊，普遍地啊，这款呢公法就是同一个一本，拢嘛是一、这个无量受经的一本，译者开下不同，文笔有异，所以用的即、这个啊名称是有出入，无共款，咱两项那甲对比对。 发现在知影，能言所记之诸谛是无有义呀、啊。意思共款嘞，文字嘞小看无共意思共款。互相诸谛能谛信求果闻。 以求福智，转八识啊成四智。别安装转呢禅定，都是在禅定，定呢都会转过来咯。啊，定是什么呢？一念不生。 啊、每天有一点时间来修灯啊！啊，大星一般比较方便的是早暗，人拢休困，无人干了啦。 静坐半小时啊，早起到暗时，咱念佛的人呢，咱伫咧念佛，声声诶佛号，无妄想，无杂念，佛好是。 会简单，也无怀疑，无夹杂，这就是修。初学嘅人就是咧修功夫成片，到功夫成片了后，唔通放弃，就是修。 一心不乱啊！只要真正会当得定住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可能噶放下啦，放下嘛，都要慢慢的来。 认真做啊，效果啊，这会明显。若毋是认真去做，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你会生烦恼，就会起障碍。啊，外面呢，眼中的有些是利知。 是名利四大魔王啊！啊，哪有一个都甲你全部讲毁掉，啊，哪四样拢有啊，麻烦大了。这四样魔厉害啊！啊，来用什么对付呢？一句佛

啊，佛门诶，习惯呢，著、就是大声讲告，然后则讲因讲告容易了解，然后则甲你讲即、这个故事安怎来。所以经题诶顶面，头前诶即个半段呢，但显示智慧。 啊！咱想要求智慧，大成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啊，无量寿是福德。啊，庄严呢，是上好。啊，咱求诶句宝，伊即句内底全部拢包括在其中。 智慧啦，德相，安怎来修呢？清净平等觉，这是阿、啊、清,清心是大罗心呢是 讲日就是大天大午，明心见性，迄个成佛。三种因得着三种果报啊！种种因果完全显示伫这经台顶面，这个对的回集噶太妙了。 下面这两句经文呢，嘛是一首歌：“以诸先君，无诸先君不能成心这个是足最人的呀，家己做真多罪业，一个世界四姓尊严。 我敢下当去咧，伊要收我无？伊唔敢相信啊！甚至讲做恶较做人咧，寺内面咧大雄宝殿啊，都唔敢入去，啊唔敢看佛像，啊嗯嗯。 也也吧，以免啊毋、啊、去看互相问伊为什歹势诶？即、这个人有良心啊，好,好人啊，即、这个毋是歹人啊。只要家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这是好诶，信徒啊，即、这、会、个、人得到诶。啊，著、就是惊伊良心无咯，迄著无办法伊啊歹势去见伊佛啦。所以我看着我真正佩服。 这人是会当个多呀，爱有机会慢慢啊，甲伊讲啊，我看着啊，而且佫真多，啊，你看，人生贪福，但有祝福，家己是福。 不能自心,心，我讲是业障深重，做做真正做同做众生啊，袂去对地界着算袂歹咯。是即款诶心态啊，有时是心啊，是慧啊，是至上有义情啊，是为大事啊。 这个代事是啥物呢？因为对他父爱相信，尽量往生先去变地，先去异乡啦。这是讲也过会当相信因果啊。 啊，未当相信诶，著、就是啊，是心是福，这是正宗最重要诶，即个啊核心啊。啊，正宗是凭什么来立教呢？啊，凭什么建立幸福诶法门呢？著凭这句啊。 因为利是心是福啊，你的心得是福，福得是心。你毋是无咧，你只是毋知讲你有真心，即个真心会现万法啦。经过我丢到是，你心现咧。拄一人有即款的念头。 毋免讲是世间人，我学过的人，学过的人有几个人啊，有这款的概念咧，有就对倒来，我心闲咧。实际上，即个代志嘛，毋是讲袂当体会，咱拢知影。 逐个拢嘛有做梦的经验，对梦中啊精神咯，梦中的境界也阁真清楚。去甲想一个，一、這个梦对对来。现在科学家甲咱讲，这梦、個、啊是下意识变现。 啊！一些还不是家己的心吗梦心嘛，讲也通啊！一切法从心生啊,、嗯嗯、啊！啊，一些变现的，啊，那眼前这个一个 完全拢是啊意识变现，安怎变呢？伊念不觉，伊念觉，变现都是是不庄严土啊。伊念不觉咧，变诶著是十法界啊，啊十法界已经庄严，伊念不觉，这个、不是不觉什么？

爱相信讲显观是绝对有诶，还是要伊死去啊？要安怎个显观报出来咧，念阿弥陀佛，支持念佛。啊，若用《甲明妙香菩萨所讲诶这三个原则咧，念佛诶时阵未怀疑啊，无夹杂啊。 每间断，一句煞一句，用自信心念，无梦想，无杂念，这生的佛号，诶，小去八十一劫生死同罪，累劫仙君啊，无比这更较殊胜诶。呀。 无用劫做无用啊无变的罪业都唔免惊啦！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是啊，妄心做啊！我今日念佛的时间，果虽然是短啊，念过无罪啊，我是用真心的念佛。 佛里有一句话讲得真好：“邪不胜正。”你不能夹做做恶业，就是邪念，这妄心。因仔的我念去是用真心，邪不胜正，所以一句正念咧，会当啊灭无量劫诶邪念。 啊，即、这个道理创清楚、创明白，咱诶处事待人接物日常生活，你啊是用真心，抑是用懵心。啊，当然，大清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妄心，毋知影、啊。对思想来甲你讲，真心是即个理啊。 言语多段心形转变。但是呢，真心所现的相，是属想相。甲性质相应就是真心，甲性质不相应就是妄心。啊，甲性质相应诶三归五戒十善。 啊，三昧如是，三诸境界啊，这是真心。啊，若是讲违背咧，迄著是啊，妄心啊。啊，会流落来，诶，这根搞著是真心啊。啊，拢嘛是对真心说流出来，诶。到界。 啊，咱咧读诵，著是啊，要恢复真心啊。即内对即个意思有了解无了解不要紧。我知影讲，即著是摄下摩尼佛自性捞出来，摄下摩尼佛自性甲我诶自性拢共款诶。啊，我只要恭恭敬敬去甲读。 恭敬敬敬去加学，意思了解无了解不要紧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无怀疑的心，啊念咒啊就清变，自己自见，自然开悟，自然明白。为甚物呢？因啊伊著是家己自性变出来。 我的心愈清净，甲自性就愈相应。啊，清净到极处，可怜大我。啊，所以讲依依呀，自见。释迦牟尼佛的经，就是将你讲出来。 慧能大师在世时阵呢，阿华众生阿、马哈西啊、诸生、刘罗呀，啊，且真的不是假。古兰经伊斯兰教诶，唯一可这个经典，无哈麦德。 所讲诶，马未德是毋捌你，甲中国六祖共款。伊下讲出一句一句，人，别人家伊记录。今仔日，即个世界上伊斯兰诶信徒有十五亿人，比佛教较侪啊。 佛教一般只讲六七亿呢，这第三大教，第一个大教，信徒最的是基督教、天主教，啊，佫加着犹太教，这三个教合起来，信徒超过二十亿人。 啊，因是共同用一部经典呢，咱讲圣经。因分作三派，啊，犹太教，因是用旧约为主，主修的。 基督教呢，耶稣基督以信约为主；天主教呢，旧约拢学。但、啊，我有一摆在新加坡，那亲像是一九九九年。 我伫迄边团结新加坡诶宗教啊，对南非来了几个朋友，欧洲人，因啊是基督教徒。问我一句话，伊讲法师，你甲看阮即三个教又太高啦，基督教啦，天主教。 因是虾米关系呢？啊！问我即句话，我当时就甲伊讲，我讲因是一家人啊，三派。安、啊、尼一家人三派呢？一部新古约，啊就是一家人咯。三派是虾米犹太教是红上迄派，天主教是红火玛利亚迄派。 耶稣是太子一派，三派。聽你听了讲，你比如个真好，三派，一家人。然后我著甲伊讲，若讲这是一家人啊，伊稣人教甲你嘛是一家人，伊你也是恁诶表兄弟啊。 恁己诶一派都是亲兄弟，三派内面是即辈兄弟啊。意思咱教啊，是啊，表兄弟，拢嘛是一家人嘛。啊，用即比如大家拢听有啊，容易体会，一定来相信，国兴先贤，免讲别行诶，因诶心。 比咱较清净，即咱想会诶啊，咱嘛会当承认咱诶梦想啊，杂念变较侪，人较少。少呢，诶智慧著比咱较悬咯。侪，咱诶智慧著比伊较差咯。咱会当讲，咱诶相识比较丰富，智慧未比汝智慧是辨别真妄、假情是非。 厉害啊！啊，即是灵变啊，这智慧啊，所以讲古人有古人诶啊优点嘛，咱现在都无咯。咱现在读该思想和即个社会创乱咯，正定心失去咯，平等心嘛失去了，甚至即、这个。 善心都拢失去，那起心动念拢嘛是自私自利的啊！啊，自私到极处咯，甚至连家己爸母啊、兄弟啦、姊妹拢袂咧照顾，这伤过分咯。 人甲人之间，拢是厉害，无道义、啊。我就句话讲，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，无爱伫即地啦。我这是有根句的哦，毋是我随便讲。 我对于彭老师迄地去看着。我甲彭老师嘛无熟悉啊，只是看着一份诶资料，内面也有简单诶介绍，伊是安徽桐城诶人。 甲我是小东乡，伊下本宝亚和 A，明清东乡派的和 A 啊，甲黑个底底真高，啊二十几岁是在校诶名教授，专攻铁黑。 我迄个是对体育真有兴趣、啊，我就是试看卖，加一张配合伊，写一篇文章互伊看，目的咧是要想得到伊诶同意。我啊，拨出时间去学校去旁听伊诶课程，是安尼念念啦。 一礼拜后，我收到老师的一张批，系我个批啦。又话礼拜日见到见面，我就去咯。伊问我故乡个情形，阮确实是东乡，无错啊。 门外学历，我工作空闲期间适啊三四年咯，所以讲啊，只是就是初中毕业，高中读半年，就来台湾咯。来台湾来想要读书无机会，啊，对天学有兴趣，想要当军老师。 你讲你有骗我无我讲无啊。你讲你写一批写一文章，啊阮大大学生都写不出来，伊对遮疑惑啊。我讲虽然讲失学啊，呃三四年啊，但是我无离开书本，真爱读书，就是，是我爱好。 会明白咯。然后就真正严肃个甲我讲，伊讲现在学校啊，六十年前先生无成先生，包括家己在内，学生无成学生，你若去学校去听课，你会足失望诶。 啊！这一话咧，就定功完全被拒绝咯。我希望咯。当时我听到啊，真正失望。阮老师嘛，看会出来。阮们点点啊，坐了大概有七八分钟。老师就讲咯：“安、啊、尼好啦。” 伊每礼拜日来阮岛来，早起九点半来到十一点半，两小时，我甲你啊讲两小时。这是我做梦都毋敢去想诶，这是读补习班啦、啊，伫厝内教啦，家教,教呢，我一线的学费嘛无够。 我以前嘅热心，甲我讲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，张于讲个佛教介绍互我。我当时有怀疑，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。 因那来讲有铁黑，迄个像年轻诶开一点高级诶宗教，就是、一个真神,神啊，独新教、换新教是宗教来对低级诶宗教，什么拢拜？看着寺庙内对即个塑像遐多。 包括造成足大即、这个误会，彭老师讲啊，你阿个少岁你毋知影啦啊！释迦牟尼伊讲啊，即、这个释迦牟尼无叫佛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铁学家，佛经铁学是全世界铁学的最高峰。 啊，福那是人生最高享受，我是安尼入门的。啊，我甲伊请教老师，诶福经天学是对伊对位欧来，伊嘛无老师啊。抗战期间，伊伫中央大学教书。 迄个时阵啊，中央大学是伫重庆，抑是伫成都。有一摆破病，朋友介绍伊去峨眉山去养病。峨眉山是一个真好诶所在啊！伊伫遐咧养病个即期间，山顶拢无杂志，嘛，无报纸，普通只有佛经尔。 所以就摕佛经啊来做消遣，无代志做养病嘛，看佛经愈看愈深入。啊，从此以后伊也每天拢嘛读佛经啊，经典内面中诶经文，伊拢会当默念，做诶毋是咧做假诶嘞。啊，阮每礼拜见一摆面，定、啊、定去因兜。 因导啊，我都真正熟了伊诶。租房我小可仔该注意一下，真正毋是假。伊从来都毋捌发现讲，伊诶租房这租到啊顶面讲无福经，这里看未着，肯定有经租。伊认真咧做呢，啊，我才相信啊。 我是安尼先入来进佛门诶。啊，无偌久了，后就去拄着张家大师咯。张家大师迄就是完全拢有佛咧，伊是甲即个符黑看做是铁黑。啊，万年伊转过来咯，甲高外修那未转过来，万年伊就转咯。万年你甲看，我听讲伊皈依。 你恭敬老和尚啊，恭敬老和尚，给伊做皈依，伊变成三宝弟子。啊，伊也是愈来愈深入，慢慢拢明白咯。啊，伫迄时阵，你教外时阵，偏重在正常还是两种，恁个是真正诶，即个铁海子。 内面都无微细的色彩啊，所以信心嘛、啊、这段拢马事，一片景来对，变得鱼翔，帮咱建立真正信心。 然后，的大师讲得真好，真心内底有因、有果、有输啊、有理。啊，历因果拢从清楚，信心,心才袂变、啊、才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啊，你可能会成就。 放下多目标啊，伤多无容易成就。啊，世间诶，知识是会用咧，求智慧是无可能。智慧是决定伫成中啊生诶，清净心才会生智慧。啊，修成智慧，平等心诶，生大成智慧。 但我看到美国修人破书，伊毋是有够多，伊诶遐物件是对毫无意义的，高老诶传统诶内面积而来，都、就是用意念治病，有阿新成功，非常诶有效果。我甲伊请教你是根据什么理论呢？ 伊甲我讲，清静心，这是无错咯。我、哦、这个呢，必须甲心内不些念头、记忆，伊无讲念头、记忆拢總,总清除。好个记忆嘛，要甲清除。哦，你诶心内邪恶啊，拢嘛无咯。这这是真正诶清净啊！ 这讲诶是甲佛法讲诶共款诶啊，即这才当产生能量啊，即个能量会当改变身体诶物质现象，这佛经上有诶啊，近代梁祝两下家诶报告有啊。 所以，伊著是有理论根据，而且实验成功，甲咱来做证明。现在，咱来看下面一段：意志有，我有往生清净佛国。 以及有无所专固，对、啊，会当妄心未啊？哎呀，都得先言。 得永生，但是永生是跌边的。那来看念了注解，无量受器信论论处心相，无量受经起信论一篇，这称极衰著作。这个人嘛是了不起的人，乾隆年间。 通中通教、严密运用，是佛门大善知识。啊，对传奇内面甲看到的，伊也是做四碟富贵人家。 聪明，我哈啊六关，高中正书六关应该是二十岁啊，啊因老贝。 是乾隆皇帝兵部尚书，也、啊、就是讲相当现在国防部长贵族啊，所以讲伊的生活无问题，科条进书啊，伊都要去做官，学佛学道，哎、哦、呀，啥物拢学，啊，三教拢学。 拢真有成就啊！业无量寿经诶注解叫做《起信论》，无量寿经《起信论》，伊啊，对于即个即个经文呢，有真好诶，即个论述、论挖。死了佛福啊，乃至圣地、方明真心、真信。 弘地见佛，一句话也是讲得真好啊！下面就会解释了：以一切地不离主心，无我无我所。那个讲一切地，一切地不离主心，无我无我所。 环形一路共同处理，啊，有福有大成，啊，尤其是有净土，对这个哪是讲无概念来讲，红尘嘅品味都袂关，这个概念真深，真正会相信。 来提高品味，这嘛是确实都是增加男性智慧啊！人都变成灵性，我、啊、个个经验都、就是福经，何年呢？大感觉他，大感觉同学做回来分享。 分享就是自他两利。分享过程的当中，真侪拢嘛是家己毋捌想到，即、這个时阵艺术出现、啊、就了。啊，这含法师伊著有即个经验吗？啊，刚经。 还有充分的牛逼，即、这个我拢是共款，著爱做即个功夫。但是咧想台讲的时阵啊，啊，真可能牛逼的物件拢无用到。即、这个意思，自自连连，所以讲蒙文生意啊，意思自然生啊，生的真好啊！比家己准备的更较好。 你同样是甚么？咱讲回啲价值咯，啊，心愈清净，价值都会愈明显啦、啊。时间都会愈长，到相当的即个啊，长到二三十年了后，啊，你就相信奇迹啊，自渐咯。 你著真正会相心咯。有师要准备啊，准备无，抑是爱读书啊？经袂当无读，袂使甲放松诶，逐天爱读啊，尤其是读一部经啊，专讲一部，其他拢嘛爱放下。 迄个记极主见的啊，就会愈来就会愈侪咯。啊，时间呢，就会愈来愈长。哇，戏啊，充满啊,啊！每工拢无新的意思，无一堆闲的啊。为什么伊是主性？ 清静心、平定心，是拍开啊，自生的一个锁匙啊。怎样做才会建成呢？清静平定甲啊，著建成真正是不可思议。 反省一路，从动啊、处地、专心、做辛苦一切的本来生活，本来就是福，不敢对落，甲大众接触，我伊啊，做一个英雄奖。 我来接应力啊！我来帮助一回头，这个掉啊！一情菩萨都不会和外口的境界所转。你那没在这个顶面来建立信心，你就不嫌嘛？你让境界去转去。 不知不觉的受到外口境界影响，你会去对落。啊，坚定信心，一生都未改变。哦哦，心肝别有幸福之心，心肝别有幸福之心，这就是梦心啊迄不是真心。 是阿拉亚色、或拉色啊、啊意识？这个心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这个、心靠不住，生灭心。啊，念络下当啊，甲这个偏这听一段话，看伫这个所在，咱来做解释，看去太好了。 啊，念落，伊对于即几句话、啊、是完全啊肯定诶，无丝毫怀疑。啊，解伊啊，即落地啊，即地来解释。啊，咱每只人都嘛同款，都嘛固执啊，伊彻底，拢是本来生活。 啊！如是回向，是名唯心净土，即地见佛。良心去看到阿弥陀佛，真紧对成就。即、这个积咧，就是一生成就。你伫即个一生当中，决定成就。 阿、啊、六五主心主地，即、这个主地头前讲的即五种地，啊，一切地都、就是即个一切种地，即是种。下面都是专把写成素地。 啊，有伫、啊、以前，不、啊、免心外见佛了。啊，一定爱知影，见佛见菩萨，拢嘛不离自身。啊，乃至咱伫咧日常生活当中，目睭百开，看掉即个世界，看掉伊切种心。 看到树木、花草、沾好大地、移空覆盖，拢是自心贤良，不断植物啊，苗壮咯，你看到真相咯。 这个真相是佛看到的，万心菩萨看到啊，咱嘛去看到啊，凡夫看到伊唔知影、啊，佛菩萨看到伊啊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丝毫都袂迷惑，所以头伊袂解呀，放咧心内啊。 反复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讲建设啊，文成拢放喺心内，放喺心内啊，你都错了。为什么未放喺心内呢？无我，无我所。你要安怎去放呢？你那是放了，你就无我，无我所。这个啊。 都是心外的妄心，真心意外的妄心。啊，确实就是唯心净土，诸性以陀。啊，对于将来失去坚定的信愿，这个人啊，就真快乐。 真正是欢喜充满啊！小王子欢喜心啊！即、这个人虽然有自信、自立，就是头前讲的五种的。 也会怀疑，不免心外见佛。虽修诸先生万龙生不得见佛，伊不开佛的过啦。即、这个、意思是讲，伊也是的，边的五百年未当看到佛，啊，所以如来不适宜讲解经文。 这个经文内底一段话，是这个平济清记事居士论内底所印呢嘛？曹蝶啊，这段，但是一切诸佛皆无所有，唯一祖心。 祖先本来古著，一项都无缺。固著什么？古著变化改。因为这中国改革是伊显的,的啊，伊若无古著，伊免那显呢？就化解已经庄严。 化解虚空界内底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无量无边诸佛的插套，老马是诸性所现，而这个是内外。然后咱再去真正体会到。 发心、大士、啊、甲诸佛如来的慈悲，慈悲变化界啊，现你满斯福报啊！啊，你那内书不是个那个观看，智慧、精通多、独立。 诸比红边，拢嘛是变化界虚空界，这性质。啊，菩萨要令了知诸佛及一切法该会心量。啊，这个都是佛提的。 应安。啊，自心贤良，即个咧是讲诶，就是讲人灵啊了地，做好给一切法，改为心,心、啊、良，自心啊贤良，得随顺念，一念错的。 写信速生妙喜世界，极生极乐啊！净土途中啊！来到这所在用割河、哦，这是一段是如来不属于经界经下顶面讲的啊。咱咧读念到即个注解，著是读着本十三铺来成经论。 一百一十种做师的著书，这个注解好啊！从华语拢嘛个进出来，就像《军书抵要》同款。梁老使用这个两年的时间，逐天伫厝内咧病啦，伫厝内咧煎咯，倒一个所在解释的倒一段经文。 即个工作啊，不是凡夫啊，凡夫做袂出来。所以咱对感恩啊，啊咱过来看下面呢，就是起信论来对讲呢，世界了知心量啊，不下听多啦、啊，即、这个。 听多咧，都是唬的，比如讲的啊，咱们要护国土，听就是你听啊，多啰啰多啊，甲即个拢嘛无虾物看涉物，你若是真正了知心中拢在一念之间。 好嘛，在呀东哈东哈都西呀一切功德不就成就？高低由决定地，红人决定信，无决定信，红人决定生。 心情妄心，问啥？问家己啊！问把人弄错咯，当中爱问家己，心不意己之心，你是大待理。啊，甲这个所在呢，这是起信人来对的门。是第。 信他不信诸，乃是地段。既无决定地，则无决定性，是伊意志又无无所专注。你无方向，你就无目标啊！下面诶文啊，讲个真好，伊阁会当阁继续诶啊，啊，念念不断。

啊！咱对即个世界真心啊、真力，帮助苦难诶众生，即是小事，这毋是大事。大事著是往生去做福啊，决定成就。啊，小事有缘咱爱做，无缘毋免去找缘，毋免去攀缘，攀缘心著未清净。 虽然心清净，伊那个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即地。